广东面包洗脸师，在温哥华艰苦创业，最终拥有甜蜜事业。敢想敢做，勇于尝试，一举拿下品牌羽绒服代理，时尚事业开始飞速发展。年轻人热爱户外跑步，建成跑团，带领众人坚持四季跑步，练就健康身体，传播正能量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